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相信大家对冯绍峰和杨幂是非常熟悉了。早在8年前，两个人合作轻功剧《宫锁心玉》，那也是相当火的。当时杨幂和冯绍峰为了宣传剧上了很多节目，表现都十分亲密。尤其是冯绍峰，很多人都怀疑他其实喜欢过杨幂。如今时隔8年，在最近一档综艺节目中，冯绍峰和杨幂终于传来好消息，并再次合体，一起戴着黄色安全帽，系着围裙，拿着铁铲干活，笑起来也挺甜蜜的样子。不得不说，这又让大家联想起他们当初一起拍戏的样子了。甚至还有网友调侃表示，冯绍峰和杨幂还是非常般配的。不少网友看到这里也是实名心疼赵丽颖了。如今赵丽颖一人在家带孩子，而冯绍峰却在外面拍节目。在前段时间，冯绍峰还被爆出了出轨的消息，这不得不让人担心颖宝和冯绍峰的婚姻了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对于杨幂和冯绍峰的再次合体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。